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咸丰时期的广彩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广彩人物牌，也可以叫做广彩五彩人物牌吧。那至于今天我先就是介绍这个盘子的具体情况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下怎么可以区分，就是把这个五彩盘或者五彩瓷吧放到这个咸丰的广彩五彩瓷里面呢？我是总结了一下，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是一个是从它的那个材料方面来看，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从它的就是从它的那个盘子本身那个底足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方面来看，就是分两个方面。主要一个方面呢，从彩的方面呢，它主要用到的是两个比较有特色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绿色，它的这个绿色，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介于一种就是红色和黄色之间的一种色料吧，一种色地也好，色料也好，这两个颜色跟其他的就是比较有区别。然后从它的底来看呢，它的底比较有特色，那个时期啊，它修的它不像这个就是18世纪它修的那个底，底足它比较圆，底足比较圆，然后这个底足啊，它修的时候就是修的墙，这样子修了墙以后啊，它这个这个面这个底啊，感觉跟这个刀片一样，就是挺你摸着的话挺锋利的，就这样子修着，这样没有形成一个面的，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支钉烧的一个痕迹，就是它的底啊，盘底心啊，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支钉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这个盘子的情况吧。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盘子的纹饰啊，还有一些胎的情况吧。那正如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广彩的这个五彩啊，它有几个比较用的比较特殊的这个彩，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看一下这个绿色，这里就是这个绿色，它比起景德镇的那个绿色呢，这个绿色就比较浑浊的感觉，就是不清亮。景德镇的那个绿色用的那个绿彩里面，它就是比较清亮比较透的感觉。那另外还有一个有特殊性的这个彩呢，是这个上面这个，就是看这个应该是画的是水城吧，就是这是湖，这是水城，然后旁边就是这个开窗时候两边用的这个开窗这个边缘的这个彩，这个颜料，这个颜色有点就是有点像红色，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我本人就是把它称为这个屎黄色。这个颜色呢，就是也是这个时期比较有特殊的比较特殊性的这个颜色。当然了，这个颜色就是屎黄色，其实在雍正时期在那个粉彩上面也有使用，但是至于雍正时期和就是到了19世纪以后的这个清末的这个瓷器吧，从胎呀从总体上其实就很容易分了，就不用用彩来分了。这个彩的话，我是这个本人是觉得就是雍正和这个咸丰这两个时期就是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黄色。那看一下他的画片吧。那他的画片这个是人物片，看着感觉像是就是庭园，青年男女就是晚上夜晚庭园私会吧。看着为什么是晚上呢？因为看着后面这个妇人她拿着一个蜡烛或者是油灯也好吧，就说明这应该是晚上，然后看着这是一对天。但至于这个画片是不是西厢记里面的场景呢，我说不上来。那这个就是正面的一个情况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盘的背面它的底的情况吧。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底足，这个底足就是我也是前面说了，它就是修的比较
有特色，就是它这个底呀，非常的尖，一圈非常尖，它不像那种圆圆的，或者是就是它两面墙以后上面还有一个城墙一样，就是一个面，它就是直接就是里外就是形成这样子非常尖利的这么一个，一个边缘一样，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比较稳吧，站的时候比较稳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地方它折了一下，其实它不能叫折腰，因为它不在这个腰的部位，它折了一下。我是管它叫做那个折胫，胫就是那个腿的意思，就是那个腿的这个部位吧，它这个折了一下。这是这个时期咸丰时期这些碗的一个比较有特征性的一个地方吧。然后还有个特征就是在这里，在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支钉痕，就是它当时烧的时候吧，它这里应该有一个很细小的支钉，然后呢，烧完了以后再把那个支钉啊敲掉了以后，就留下这么一个支钉痕。它为什么要用支钉呢？我是觉得，因为这个碗呀，这个盘子呀，它的底这个底很厚，这个底呀，你摸摸一下，就是和它的边缘和这个底它比较厚。当时它烧的时候，为了塌底吧，它在这里还是支撑了一下。那它这个这里折镜这个有什么用呢？它为什么会就是做这种形制的盘子呢？让我翻过来，大家再看一下吧。看翻过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啊，它折了以后啊，它这个地方折了以后啊，从这里以下底下它其实到正面以后啊，到这个盘子的正面啊，它到这里啊都是它的那个就是盘心。那这个盘心这样子就大了嘛，大了以后呢，它画那个画偏的地方就多了嘛，就是主要就是中间盘心用来画这个主画偏，然后边缘就是边缘它一些边缘纹饰啊，景地纹啊，像这种景地纹常用，然后再就是开窗啊，这样子它的边缘就是用边缘也是不会占据。不会占很大的地方，它主要就是主画片，就是画主画片的地方，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大了嘛。我还是再回到正面，我还是想，盘子的正面，我还是想再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把它列为，广彩呢？因为对于刚入门或者刚开始收藏的话，就是一看这种画片画的这个人物啊。还因为他画的画工啊也比较好，然后他的那个，排布啊，就是画片啊，他其实跟景德镇不相上下的。那我们怎么把它？为什么把它放到，广场里面？因为你看一下这个边缘，这里就是这里，就是有一圈这个玫瑰呀，还有旁边一些叶子呀，就是一些缠枝纹饰，一些就是开窗，中间一个小开窗，然后这种景地就是描金，这里也是描金的，看，就是这样子。这应该是属于广彩的典型的一个非常非常它的特征性纹饰吧。一看到这个吧，一看到这种画片吧，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广彩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看完了这个盘子的纹饰啊，还有胎还有底啊，就是这些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五彩的一个背景吧。五彩呢，这个英文名字吧，就是它叫 familiar fate。fate 其实，要翻译的话，翻译其实 fate 是一个法语词吧，就是从法语里面出来的，它其实是绿色的意思。那绿色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五彩盘，就是翻译成那个绿色系的这种绿色词呢？因为啊，这个五彩呀、啊，其实说起来，五彩在中国的这个瓷器发展上，它出现不算晚吧，它在明朝明早期也出现了，但它不是很多，它最多开始大量生产是从嘉靖和万历时期，从嘉靖万历时期就生产很多，那个时候就是五彩瓷，但是那个时候它的主体颜色呢是红色蛮多的，它用的矾红也矾红挺多的，然后真正的就是传到五彩瓷传到西方其实是康熙时期，康熙五彩传到西方来以后被西方就是。很快的就接受了，大家一看这个瓷器，这个哎呦，
就是很多的这个绿色为主吧，绿色基调嘛，所以管这个从康熙时期传过来以后，就是给它命名为就是 Familia Vet， 就是我们中文就是管它叫五彩了。那康熙时期康熙五彩那当然很有名了是吧，除了康熙这个青花瓷，那五彩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瓷器的种类吧，就是在西方被广大的接受。那康熙的五彩它当时其实就是有大量的生产，而且大量的出口到这个欧洲这边来。其实这个五彩这个瓷吧，这个一直都没有停烧，但是就是雍正啊乾隆啊它一直没有停烧，但是好像大家就是说起来的话，康熙五彩吧就是比较有名吧，一个是它多，一个是质量好嘛。那到了后来就是再到了光绪，也就是小康那个时候，他又是大量仿这个康熙时期的一些瓷器，那个时候他的五彩也烧的挺多的，而且质量也是很好的。那我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讲的是这个咸丰时期的也应该管，我也管它叫五彩。然后呢，就是它是因为是在广州地区，就是广州它绘画嘛，画完了以后再出口到欧洲这边来嘛，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咸丰五彩呢是介于康熙五彩和这个光绪的这个小康时期的这个五彩之间的一个，也是一个属于比较有特色的五彩吧。那如果大家在市场上遇到了的话，我是觉得不妨入手吧，也是我是觉得比较值得收藏的一个品种。其实光绪五彩呀，他画的画片很多都是人物的，他的人物性质就是挺有特色的。然后呢，他有我给今天介绍这个盘子，还有一些碗，还有一些大件的话，还有瓶，还有一些罐，他都有都会，就是这种当时咸丰时期的这个五彩吧。但是它比起康熙五彩那个器型啊，还有数量呀，它是少很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说，真的是值得大家收藏的一个瓷器。但是呢，现在呀，在市面上也有不少的已经出现有仿品了。尤其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盘子的这个特征，就是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底啊，就是跟刀片一样，就是非常的尖，然后它的底足中心就是有一个这种支钉烧的一个痕迹啊，这些它现在有可能是这些制作者吧，作坊吧，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盘子就是当时是具有这种特征嘛，他们就是有意的仿当时的那些瓷器制造工艺啊什么呀，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是它不是现在制作的一些老瓷器，它有可能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老瓷，然后呢它就是素胎，然后呢现在再用那个用现代把它就是做画片，把它画上去以后，然后再把它当做当时的那个老瓷来卖吧，就是老瓷新作吧。那怎么说呢，就是在鉴定啊，在购买之前，在鉴定呢，主要呢就是不要看中一两个这种特征就来下决定，就是来下就把它断代啊，或者是判断他的新老啊，怎么说，主要呢还是要从他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嘛，不仅是看他的胎，还要需要看他的一些材料，他当时的那个材料和现在的材料其实还是多多少少还是能分出来的。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吧，介绍的也差不多了，对于他的这个怎么鉴定啊，还有就是它的历史，它的在瓷器历史上有个什么地位啊，就是就我本人的经验来说吧，给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因为这个瓷器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那么一句两句或者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说清楚的。我是觉得每次吧，就一个
就一个瓷器能说一点，能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多多少少从前到后大家都从这些片段，片段里面呢自己听了以后有可能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一条线，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自己的一个就是也算是自己的经验吧。那我最后的最后呢，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多给我点赞，然后点一下关注，这样呢，这也是我继续做这个节目的动力吧。那我希望以后的收藏路上呢，有你有我，大家共勉。那谢谢大家。